最后的半只鹅呢？差不多还有，是不是？嗯，还一个鹅呢，没杀了吗？杀完了。妈，咱家还有鹅吗？还有。饭来没到点儿呢，饭哪能有点儿呢？是什么山杀的？是前阵杀那个吗？这个，嗯。啊！哎呀呀呀呀！不能往前了。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你就是你个小样。一会儿这爆锅香，想到过年炒菜时候的味儿。对啊。好酱的味儿。嗯。大哥就是酸菜对路哈。嗯。酸菜现在能做好吗？嗯。酸菜熟了吧？干锅了。谁吃饭吃菜还不尝尝？动过去点去，烫，不烫，快抖，快抖，你别抖啊，你抖抖掉了。哎呀，快抖，快抖。拿勺子盛，这盛到嘴里。给你啥呀？酒啊。得用这个得劲儿。嗯嗯，在这儿呢。嗯，喝酒吃饭不耽误。干杯了。干杯干不了，怎么办完了？一点辣味都没有，跟果汁似的，还半碗一碗也咕嘟进去了。亮。怎么喝红喝白酒也能喝那些？感觉就叫普通点吧。嗯。你喝白酒也喝那些？没实验过。啥呀？白酒啊？嗯。啊，白酒没那么多过，反正这玩意儿。多谢。不点不懂上。百万。白酒比这喝少点儿。这也没事儿，这也没有酒精度，就是汁儿。嗯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来来来来，快点往那推着桶子走呢。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，看看。嗯，就得转过来，转过来这边。蘸什么？尝了，挺好吃。好年没见了，还得没见光。谁家说酸菜？它好咸点儿。酸的不是吗？谁道人咋整这么酸呢？我不愿意吃太酸的。不吃那么多面就酸呗，嗯，那可不是，太酸了。卖的那个就是酸，它那个酸跟那个不一样。它不是正常发酵酸。他们那个酸太鲜，说是吧？腌的，腌的快还是怎么的？